有港媽在網上群組發問，只排隊等候7年多，終於首派荃灣石圍各村單位，但因為考慮到孩子今年5年班情分試，話唔轉學太遠，轉學又怕小朋友唔適應，加上小朋友坐車會暈車路，猶豫係唔係要博二派，求問網民如何抉擇。天文引嚟熱議，大部分網民都建議等二派，話你咁講得好明顯都唔想要，等第二派算啦，勉強都冇意思。都有網民指出，二派單位可能會更遠，提醒要慎重考慮。